今天太阳真好，我来煮肉吃哈。嗯。太阳出来红似火。你的心里没有我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心里真的没有你。今天瓦匠没来干活，灰尘少，趁这个机会给家熬个牛肉酱，早上吃面条，晚上吃馒头。牛肉的天天肉最香的，一招你跟大爷大娘好，跟他排队排半天，才弄到这块肉的。来，切切。你看没得？不要你看，帅哥啊，只能看眼，不能看时间长，懂不？看时间长会不粘？迷死你！你就给香菇切切，洗洗哈。鹏哥，哎，春暖花开了，你带俺出去玩玩呗。你也上次上济南去、啊，那个里头那些景点没老看叫，这次给再去复查一下，俺不能去看看景点吗？确定不是去看那些小护士的？我。来的小妹妹哥就看看也关心一下弟弟，对不对？爹，那不还是一个目的，你这有目的性的。我得去带你看风景。杨妈哎，俺就胡乱切了，大就大吃，小就吃小吃了哈。这是胖哥切的，都好吃。反正就是牛味哈。你相信胖哥就对了。啊。你给我100%的信任，我给你101%的温柔，行不？嗯。啊。就多那一点点。妈，哎呀，100都狠了。你要多少啊？40岁的老男人油嘴滑舌，来浸泡一下血水。哎，这你使劲太大了，回来蹦眼里去。啊呸！太熟了。呸呀！太熟了，干什么呢？我给你学会提裤子。我一个，我看看哪个美女给你打了。我看看。哎，伯母。姐姐。哎。你在盖新房，需要我帮忙哈、啊？你啊，不需要。我要舅舅有事，我第一个到。哎呀，舅舅有事第一个到。这必须的。没白疼。没白疼，真的没白疼。行，伯母，你放心、哎，舅舅家的房子呢，不需要你干活。过两天放假的时候啊，你就是来舅舅家啊，有女朋友一个舅舅女朋友带过来，要的不？要的，那就行，要的嘛，那就等着吃牛肉酱吧啊！谢谢舅。不用客气，就这样啊。拜拜。配料齐了，现在准备炸个料油，洋葱、香葱，放进去，什么呀？我笑话他。再想买梨油水油，那这香好吃，知道吗？你那梨核给我吃，你那梨核啥子？把这水牛挤出来。哇塞，南国油花。就要把牛的水气、水分哈榨干。榨干啊！对了。胖哥。啊。这哪是牛肉的啊，我感觉是牛肉块的切的。这自家吃的，大的小的不是都自己吃的？对。过瘾哦，朋友。继续放料着哈，大蒜、葱，哎，小米辣进去。哎，豆瓣酱，甜面酱来一勺。叔叔来一下，行，停。最后来一下白糖提提血。牛肉酱必须配馒头哈，自己做，馒头做起来更好吃。好，牛肉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十个锅里，快。好嘞，就这长的放下去吧啊。好，再来搞几个圆的。半小时过后，馒头一开锅，掰开，牛肉酱一夹，那味道绝。敬请期待。好了。啊？那个好玩意给你了。什么好玩意？你想不出给你请。罢工了嘛。胖哥。哎。你猜猜我出的是什么？啊。你们猜是不是亚妈吹的？给他骂我的啊？我没骂你哈。我来先尝尝有点牛肉酱味道哈。
辣不辣？嗯，不辣，生蚝就是这个味。来，给妈就是。哦，快快，这大馒头可啊！你还有糊疙瘩看，这糊糊疙瘩更好吃。来，给来一块。好。这一口下去，才正常的食料嘞，咬起来可过瘾啊！我尝还有。妈的，烫，咬起来了。我妈。没拿一盆牛肉让不够你吃了，你够了。那你咬三碗干吗？乖。碰上了，够味吧？过瘾。使劲吃，哇，这牛肉酱啊，真香！过来，等会啊，把这个牛肉酱啊，进那个盆盆，再顶进那个直接，剩下来的哈，再准备吃，我把它一吃。管，这最后再管，哎呀，那你的手艺不孬。